成亲？是。你要娶她？对。在禀报天君之前，徒儿想过来先告知师尊。她可是山灵族的国主，山灵国主是不许与外族通婚的。此事我俩已经商议过了，再过不久灵犀他就会卸下国主一职，到时候徒儿会亲自前往桃林求亲。灵犀他出身桃林，性子马虎，人也不算聪明，长得也不算漂亮，当个国主也是马马虎虎的，勉强为之。但是他单纯乐观，与徒儿很是有缘，徒儿喜欢他，想与他一起，还请师尊成全。既然你自己喜欢，为师哪有拦阻的道理啊？山灵国主在。我这徒儿喜欢你啊，是喜欢的紧了一些。天尊见笑。既然师尊没有异议，那我们就加紧筹备了。你二人的亲事啊，关乎两族，可不是小事啊，你可要谨慎呢。是。你今日怎么会到天宫来啊？是师尊请你来的吗？林夕。啊，我问你，今日可是师尊亲自去山林界请你来的。我问你，谁答应要嫁给你了？你不嫁给我，那要嫁给谁啊？我不嫁不行吗？不行。你怎么总是自作主张？我没有自作主张，这可是你当年亲口承诺的，待你查明真相，找到适合托付国主之位的人选，便嫁与我。现在真相已明，长亭又是一个再适合不过的人选，时机已到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我，你我成亲，关乎两族，非同小可。这种事情，我自然要先告知长辈，再禀奏天君，然后才向你求亲。谁知道你突然跑上门来，怪得着我？这么说，还是我的错了？没关系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对了，你说我不聪明，懒散，马马虎虎也就罢了，你说我长得不算漂亮，什么意思？你眼睛不好使吗？我哪里不漂亮了？天宫美女众多，你呀，长得还算顺眼。好了，回家了。回家？回什么家啊？九晨，我还没有答应你呢，你擅自做主，我很不高兴。你是在怪我没有问过你的意见？当然了。我问你，我要娶你为妻，你愿意吗？那你可愿跟我一生相守，不离不弃？当然。那你可愿一生照料我，陪伴我，绝不抛下我？我愿意。还有呢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也不可以多瞧别人。啊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不可以多瞧别人。你说了那么多，可是答应了？我还要再想想。你还要想？还要想多久？一个月。太久了。那10天。还
还是太久。嗯，那三年吧。我现在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我三天之后再给你答复。太久了，在这儿想，现在就想。现在？对，好好想想我给你一息的时间。你看只月淡淡一息海水倒梦的凉快。神尊打扰了。神尊，什么事？天君有请。知道了。你好好想想，想不明白的话，本尊帮你想。嗯。你要跟神尊成亲了？嗯。你要跟神尊成亲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天尊说的呀，天尊在天君大殿上都说了。那天君现在都召集各路神仙，在给你跟神尊举办婚事呢。成亲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四海八荒谁不知道战神眼瞎了看上你？你们迟早都要成亲的。灵犀，你不喜欢神尊吗？喜欢。那你不想跟他长相厮守啊？想。那他现在昭告天下要娶你，你为何不开心啊？他呀，这是欢喜的傻乐。我知道了，这一路以来走得太艰辛，所以幸福降临的时候，我们灵犀有点手足无措了。灵犀，灵犀，你要成亲了，我请你喝酒啊。这是我的酒，谁允许你拿我的酒做人情？给我。啊，这是我的酒，这是用我头发酿的，就是我的酒。你还来劲儿了？你知道什么叫成亲吗？我当然知道呀，成亲就是授粉，两朵花授粉之后就能结果子。不过你们一个是龙，一个是凤凰，你们不能结果子，你们只能生蛋。灵犀，喝酒。来，我陪你喝。我也陪你喝，来，你快点儿。哦，好，我喝，来，来，好酒，林夕，哎，我说我叫你慢点儿，小心。我要去找酒辰。哎，别靠这儿。我不要你，我酒辰。战神，神尊，九辰，战神，那个灵犀喝多了，我带他回桃林吧。没事，我带他回去吧。可是，九辰抱抱，抱抱。去哪？回天溪宫。我们去从济院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他们干嘛去啊？我哪知道。喂，重燕，等等我呀。不要。怎么喝那么多酒啊？干活干活，不然会着凉。听话啊，乖。我去帮你取解酒丹。不要。你乖，我去取解酒丹啊。不要。
我不要吃什么解酒丹。花良辛辛苦苦长的头发，程燕辛辛苦苦酿的酒，我辛辛苦苦喝了那么多，才不要吃什么解酒丹呢。还是从今远好，没有十三，没有雨里，就只有我们两个。你喜欢这里？很喜欢很喜欢。以后我们成亲了就住在这里好不好？你可是答应了？不过是你主动的，你要负责，不许反悔。我怎么今日看你更加好看了呢？昨天晚上，你别说了。这个本来想在你卸任国主之后给你，看你那么着急，现在就给你。婚书。
谁着急啊？我急，我很急很急，一天都不能再等。国主，该用膳了。这么快，本君看书竟都忘了时间。你让他们把东西放下，就都回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是。神尊，灵犀尚未卸任国主之位，暂且无法过礼，但我们还是先备好了。这里有小礼36件，中礼64件，大礼120件，金器200，玉器600，法器80，神器40。这几件是何物？这叫六正，嫁娶之物。俗话说三媒六正，指的正是此物。马鞍，马鞍与鞍字同音，取个长久平安之意。大婚当日把它放在门槛上，新娘子跨过去，预示着一世太平，和睦安乐。本尊见凡人婚嫁亦是如此。是，凡人的婚嫁习俗也来自于我天族。这说起来，天宫许久没有办喜事了，这一次神尊大婚，定是6界同喜。到时候，就连凡间的得道修行之辈也会前来天宫祝贺的。神尊，大婚当日，灵犀应该已经卸去国主之位，到时候我天族迎亲队应该会前往桃林迎亲，但不知是迎来福音殿，还是迎往从吉渊呢？还是从吉渊好，没有十三，也没有玉璃，就只有我们两个。神尊，从吉渊吧。是。神尊，老仆看殿中多了许多婚嫁之物，可是神尊好事尽了？是啊。哎呀，神尊大喜呀，老仆恭喜神尊。神尊，老仆亲近得了2壶好酒，要不要尝尝？
好了。神尊，成亲好啊！神尊将来再生出个娃娃来，那咱这从吉院可就热闹了。是啊是啊，你的日子热闹起来，那可是长长久久、圆圆满满啊，热闹起来了。天尊，此非易事，你我必须商定之后再行决定。恐怕魔族不会再给我们商议的时间了。当年封印幽冥之门就是本尊。战神到。天尊。九臣拜见天君。见过师尊。九臣来了。这是山林国主的奏书，林夕他举荐山林族敞庭仙君接任国主一职，日后不久就会正式送上诏书，还望天君先行过目。本君已经听你师尊说过了，灵犀准备辞去国主之位，接下来就是你二人的婚事了。是。平身。九臣呐，人家为了你连一国之主都不做了，你可要好好的善待人家。九臣明白。另外，臣特来向天君告假，举荐天雷真君代替臣接管战部之事，还望天君恩准。这是喜事，本君准了。谢天君。九臣，大婚所需之物准备好了吗？正在准备。你是战神，地位显赫，大婚之事不可草率，本君一定会送你一份大礼。多谢天君。九臣，你先去吧，我和天君呢有事要商议。是。神尊，请。白山行军。啊，天尊最近常来找天君议事吗？是，已经连着好几日了，也不知道在聊什么。每次天尊来，天君都会屏退左右。还不死心呢，三番五次来纠缠我。东逃西窜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？难道你就打算在这穷荒之地苟且偷生吗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难道国师就不好奇我仙骨被废却仍有自保之力，是如何在这遍布杀机的穷荒之地活到今日的？因为赐予我力量的
不是神，而是魔。这是魔种，是无知其死前燃烧神魂残留下来的力量本源，是这世间所有恶念的集合。这数年来我行遍穷荒，收集所有的贪婪、杀意以及欲望，如今它已然是壮大了。时机到了，锦绣果实，有此物助你，你便可以成为新任魔君。你既然如此仇恨天族，又有此物，为何不留为己用？我倒是想留着自用，只可惜我仙骨被废，一身修为尽毁，纵使有魔种在身，也难以发挥出它的作用。而你不一样，你天赋极佳，又是上神之身，魔种只有在你身上，才是物尽其用。纵使我得到魔的力量，可凭我一己之力，怎能敌得过天族众仙？我既然找到你，自然是要替你谋划。傅灵渊下的幽冥之门内，封印着整个魔界，只要将此门打开，亿万魔头供你驱使，到时你振臂一呼，大军云集，直捣天宫，又有何难？别再犹豫了，锦绣果实，错过这次，你此生将再无翻身的机会。那些虚伪的人，他们那般辜负你，你不恨吗？你不想杀了他们，不想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吗？只有我能帮你，我会跳下傅灵渊，开幽冥之门，为你招兵买马，助你成就大业。仙是道，魔亦是道，七情六欲是这世间最没用的东西，只会成为你的负累。唯有强大的力量，才是永恒不变的。锦绣国师，别再犹豫了，和我一起冲破天地，弃天成魔，将这虚伪无情的世间万物通通都打败，建立起一个你和我言出法随的魔族世界，你愿意吗？是你求我，还是你心里的魔种在求我？魔的力量再强大永恒，终将还是要依附于人。魔不过是六界万物苍生的恶念而已，魔君一心为魔，道亦是魔，一心入道，魔亦是道。给我吧。就让你借一回我的刀吧。
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一千年已经过去了吗？青瑶呢？青瑶为什么没有来接我呀？云峰，有一件事，我要你帮我。师兄，你别再开玩笑了。不是我，便是师尊。师尊这一生守护六界，你我都是师尊的弟子。这个时候，难道有师尊冲在前面？那我去，让我去。本身我的雷击之行就没有结束，正该我去才是。你不行，法力不足，去了也是无济于事。那你怎么办？你会困死在里面的。我是战神，守护六界，驱魔除妖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那灵犀呢？灵犀怎么办？你刚刚还跟我说你们已经互换了婚书，他也奏请了天君，山林国主之位另请他人。你走了，以他的性子，他会安然放手，任你永镇傅凌渊下吗？所以我要你帮我，我要你假装成是我，继续留在天宫，断了他的心思，装作颓废待政的样子，将战神之位交给天雷真君。你早就想好，甚至说服了天君，才拿来设令放我。云峰，你记得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什么？处世以智，立身以勇，修心以仁。我俩都是天尊山的传人，太平之时我们可以风花雪月，逍遥度日，危难之际我们便要挺身而出，护佑苍生。灵犀他也是苍生中的一员，若魔族倾巢而出，山林族首当其冲，我护佑苍生也是保护了他。若有一天他知道了真相，定会明白我的用心。神尊，这是神尊所需的迷神丹，比我上次在紫云台用的迷雾药效更烈，即使迷昏上仙也只在弹指之间。若是像本尊这般修为的呢？神尊仙法超然，这世上恐怕很难找到能明应神尊的药物，不过维持个两三息应该还是没有问题。不知神尊要这迷神丹有何用？磨练心神，多谢一观。何方小贼，竟敢偷偷折我桃林的花枝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吧？你怎么来了？找我啊？找你师姐，有一些医道上面的事情要请教她。那你要走了？嗯。那我送你吧。本想去山林族看你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。你看我做什么？想我啦？可想你了。哦，天君可收到我的奏书了？他可答应了？嗯。凡间水患严重，妖兽作乱，我们山灵族也受到了波及。等这件事情平息了，我再与群臣公布此事。好呀。
逐日鸟。死了，记得要找个对你好的人。什么？我比你大几万岁，肯定比你先死。你胡说八道！你要是敢抛下我，我就把你给忘掉，生生世世都不再记起你。我现在可是上神，我又是当过国主的人，还有像我这样，找什么样的美少年没有啊？我到时候气要把你给气活过来，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你说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？我们才分开几天，我就已经很想你了。等我们成亲之后，搬去从吉渊住，好不好？那花寮占了我的房子，我在桃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嗯，嗯，好啊。不过从吉渊好像过于冷清了，家饰摆设什么的得换一换。我还想种一株桃树，就怕从吉渊太冷养不活。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？当然。凡间的鸡可不可以拿到从吉渊养啊？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养一窝鸡，让它们生蛋给我吃。你可得给我搭一间厨房，我可是日日都要吃饭的。哎，我想想啊，还有什么事来着？哎呀，我都忘了我过来干什么的了。我是来找我师姐取布料的。取布料？琼黄火蝉吐的丝，织的布，艳若朝霞，是做嫁衣最好的料子。我想自己给自己亲手做一件嫁衣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怎么了？今日看起来怪怪的。没有啊。对了，长生节带在身上了吗？我日日都带着它。放在我这儿吧。为什么？想你的时候，我可以看着你。油嘴滑舌。好啦，那我先走了，你早点回去，我忙完这几日就去浮云殿看你。我走了，等我。一山一溪，一山一石，吹落相思雨。一草一叶，一木一花，它每个伤离。披着一身一刀一枪，死不得烙印，参不透。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答案没有题，如果有眼睛，那你可愿一生照料我，陪伴我，绝不抛下我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
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也不可以多瞧别人。啊？你只能喜欢我一个，你不可以三心二意，不可以见异思迁，不可以多瞧别人。九成，你出来。林夕，沈村可能。林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跟沈村吵架了？你吵架了，你也不能动手啊！再说了，你动手你也打不过他。哎呀，你消消气呀，林夕。九成，你今日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要什么交代？这封信是什么意思？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清楚？无非良人实难相配，卿本佳人莫误此生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清楚。你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危险的事？可是与今日云峰之事有关。九晨，你与我说过的话，你都忘了吗？我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桃林小仙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可以与你一起面对。你若是有什么苦衷，你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不好？我没什么苦衷。那是为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林夕，当年你在凡间，本尊曾亲自下凡渡你一世情劫，助你登上上神之位。而对本尊而言，你也是本尊的劫。如今本尊尘缘已断，劫难已消，即日起就要闭关休息，参悟这天地大道。儿女私情已经不在本尊的心中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那是你的事。林夕，缘聚缘散皆有命数，你莫要强求才是。九成，你开门啊！九成，九成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开开门好不好？你开门啊，九晨！什么事？你告诉我。没用的，你帮不了他的。他是遇到危险了。他可还活着？
你说话呀！事情就是这样，师兄怕你知道真相之后会做出傻事来，也怕这六界的余孽到时候会有异动，所以命我以他的样子行走在六界天宫之中，直至六界安定，直至你淡忘了这段情。那他可有留下什么话给我吗？没有。我早该知道，你便是这样，在你心里，责任比天高，比海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是战神，你做的决定不会改变，你用生命守护天地苍生，又怎知我就会儿女情长地拖住你，你就这么走了，连句话都没有留下，你当我是什么？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答案没有题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，真心纵然了无起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斗转星移，因为你这一杯一醉一醉，生生不息。
十三仙子，请留步。我来找灵犀国主，为何不让我进去？长亭国师刚刚下令，不许任何外人进入，还请十三仙子见谅。封闭界门，为何？不清楚。啊，不过国师刚刚匆匆去了天宫，仙子若有急事，可去天宫寻他。
难道魔君又要出事？韩长开阳，在。你们去幽都山看看。是。紫光方生，你们随国师去山灵族看看。是是。锦修，你们在这里果然是很晚。你已入魔。什么是魔？逆行道师，残害无辜，弑君叛国便是魔。这便是魔吗？让我来告诉你，什么是魔？欲念是魔，迷惑是魔，贪望是魔，杀生是魔，偷盗是魔，妄语是魔，邪念是魔，贪婪奸诈，怨恨偏执，傲慢无垠，幽谷业障，皆是魔。魔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包，连你们的虚荣伪善也是魔。从魔不，魔就在你们的心里，每一个人都是魔。阿嬷，你就是我的心魔。锦修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回头是岸。我就在岸上，何须回头？无需多言，明晚不灵。旧臣，你就是杀死我，还会有新的魔君？魔是万物苍生的恶念，你能将这天地间千千万万的恶念都斩尽吗？那就回你的魔界，做你的魔君吧。林心，快！
信我，我会想尽办法回来的。不要！我是天族战神，不足是你一个人的夫君。你是山林国主，是亿万山林的君王。你难道要作诗、群魔出现、残害苍生吗？他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副本，快！三杯两盏，数云上心头。瞬间看透，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一场。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，你不能再抛下我了。我们被困在这四方之地，我如何能抛得下你？那我不管，世事都难料，我要你发誓，发誓你此生此世都不再离我而去。我不会离你而去，我也从未真正抛下过。不论发生什么事，不论我在哪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就会回去，回去找你，回到你身边。你是何人？花烟，你认识我？不对啊，我没见过你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着浮云殿？你不知道这里是上一代战神的居所吗？你是仙？自然，我本是凡人，刚刚修习得道，才飞升成仙，被分到浮云殿中来的。你本名就叫花烟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唠唠叨叨、整天抱着鱼缸的神仙给我取的。俗是俗了些，不过听着挺顺耳的，就这么叫着吧。你笑什么？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是何人？为何来此？我是这里主人的妻子，也算是这里的主人吧。我为何不能来？啊？没人告诉过我这里还有女主人啊。娘亲娘亲。念儿怎么啦？念儿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也没有找到爹爹呀。娘亲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爹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呢。这此间主人的孩子？自然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住在我爹爹的殿中？花了姑姑与我说过，除了我娘亲之外，所有靠近我爹爹的女人都是坏人。你也是坏人吗？我自然不是，我是这浮云殿的管事仙娥，名叫花烟，来自下界，是十方山白云洞包锁柱包真人的亲传大弟子。包锁柱朱自在的徒弟。嗯，你认识我师祖？你与这浮云殿还真是有缘啊，你就好好在这里守着吧。若是有事，便可去极北从极渊找我。我叫灵犀。哦，也行，反正你也知道我的名字和住处了。你日有事，也可来这浮云殿找我。你这一世啊，性子倒是变得爽朗了许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念儿，走吧。
娘亲抱。嗯，娘亲抱抱。啊，哎呀，乖，乖。今天是十三的化形之旅，我们还需早些到才好。好在十三是鲛人，濒死之际魂归鲛珠，尚有化形之气，否则可能就真的死在那一战了。是啊。又在担心灵犀吗？他今天也会去天宫观礼的。我们也去吧。娘亲，今日就能见到你常说的那位十三仙子吗？嗯，今日就是十三仙子化形的日子了。嗯，灵犀，师姐。念儿，叫姨母，怎么样？这两天乖不乖啊？念儿，有没有想我呀？嗯，想了。可是娘亲不许念儿去桃林找你。为何呀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上次偷偷喂他喝酒了，他一睡就是二十日，哪有你这边当长辈的？哼，桃林的孩子哪能不会喝酒呀？是不是念儿？桃林的酒好不好喝？嗯，不好喝，叔叔不带你喝了。对了，今日十三化形，怎么不见司命？哎，玉里，嗯，你说十三这次会是男教还是女教啊？十三仙子，嗯，走吧，念儿。司命，这是十三吗？他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十三做人的时候不怎么好看。这做鱼倒是挺好看的嘛。哎，不是说鲛人族是半人半鱼吗？这为何他这副模样哪点像人呢？按理说是这样的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当年被锦绣所伤，险些死去，一番救治之后就化成了一条鱼，也不知道今日的化形能不能成功。一定能成功的，这普通的鱼能活三百年吗？这十三啊，平常做事就颠三倒四的，做鲛人的时候可是疯疯癫癫。这时辰差不多了。见过吗？你们又是什么人啊？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？没关系，慢慢就认识了。没关系，慢慢就认识了。嗯嗯，十三县长，
以前真的是个男的？嗯，匠人一族啊，他们300岁的时候就会化成人形，200年后，他们还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鲛人族真好，你要若是个鲛人就好了。怎么，念儿，你不喜欢做女孩子啦？你要想做男孩，长大后可以像开阳叔叔那样上阵杀敌，很是威风。只要念儿你喜欢啊，女孩子也是可以上阵杀敌的。嗯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娘亲啊，以前就认识一位女将，只可惜她心术不正，最后断送了自己。所以啊，念儿，你要好好的读书，要练好本领，将来长大后，不管想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，太好了！我要出去练功，娘亲，我要出去练功。好，去吧。嗯，小心点啊。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惆怅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绝的快乐，与你在梦呀星河，一却一流成我死生的泪波。你又是何人啊？怎快活，这是你家？对呀，我和我娘亲的家，我们在这等我爹爹回来。你是我爹爹吗？是啊。小孩